世界杯，我撑曼联，曼联冠军。好嘢 ，C 组冠军。曼联啊，咁我梗系皇马啦，系咪先？世界杯有边个赢得过皇马？世界杯我撑美斯，依世都攞唔到。你中意美斯，咁我冇理由唔撑至尊噶，系咪先？至尊最后机会扑街，咁我冇理由唔抵佢扑街噶，系咪啊？最后扑街机会。EV Peter 爸爸、上位粉果、阿俊、Ryan 市主持、点子冰冰，星期三上载。我们的世界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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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世界杯 ，M Championship 咩啦？哦，翻到嚟点知冰冰啊？唔系，我们的世界杯，喂，乱嚟啊！你真系，其实你系咪特登噶？是特登的。好，咁啊，今集我们的世界杯啊，人脚好特别啊，咁啊 ，EV 继续喺度推麦啦。上位喺度。系啦，换嚟嘅系冰冰团队嘅，咁啊有上位嘅。系。系。跟住有华人啦。有 Ryan 嘅。系啦。系啊，同埋有阿俊啊。阿俊嘅，冇错啦。咁啊，今日星期日，咁就6月24号。哦。咁我哋咧就啱啱录完点知冰冰嘅啫，咁样，咁所以咧就冇咩戏嘅。但系咧都要继续做埋个我们的世界杯俾大家噶，咁原因咧就系足球频道之后嗰日咧就其实都仲踢咗几场波啦 ，OK， 咁啊巴西嗰场就唔多讲啦，咁巴西对哥斯达黎加啊呢场唔多讲啦，哥斯达黎加，系因为嗰阵如果大家听足频都可以睇听到大家啲反应同埋啊厂佬都系话系睇住个盘踢噶，同埋系救过一场啦 ，OK。咁啊，呢一个唔得啦。咁巴西上届又系咁，今届又系咁啦。出一滴力就可以入波。嗯，唉，真系无谓再讲啦。祖尔金宝啊，冇得出啊，仆街。啊，呢个要讲咯，祖尔金宝冇得出咯。咁我哋要翻翻点子冰冰，我而家要。唔系，咁我哋翻翻瑞士咯，讲啲有得出噶咯，好冇？啊，咁啊，唔系你啊，你啊先，你啊有冇得出啊？有。啊，我哋净系数一。我哋淨係數邊個有得出嘅啫，但伊和比係咪後備啊？你後備係啊，後備垃圾時間換出嚟，所以咪贏波咯，係咪成功破燈啊？阿仙奴咩？逢親有伊和比嘅波，你都見到啦，有聽點子冰冰或者有睇阿仙奴嘅波都知道，有伊和比你就知道問題衰在喺佢度啦。今年大家都明白㗎啦，呢啲嘢，所以冇咗佢嘅時候咁咪 OK 咯。唔係咁啊，講翻嗰日嗰場波啦，咁啊尼日利亞咁啊對。冰岛啦，咁啊结果冰岛嘅神话就幻灭咗啦。咁啊尼日利亚估唔到咧，就凭生古仔啦，咁啊亦都系凭住啲英超经验比较好嘅球员啦，梅沙或者系一啲比较欧洲揾食嘅球员啦，咁啊梅沙跟住再伊希拿祖啊嗰一啲嘅球员，咁啊凭住个冲击力啦，咁就。撕破咗冰岛方面嘅防线啦。不过真係速度好高真係门杀嘅速度。佢哋其实实力係有嘅。係呀，但係其实非洲队。你要佢打组都係有嘅。係啦。但打个人囉真係。係啦，呢啲突破即係救个波去呢都係 OK。真係同你跑真係唔够跑嘅佢哋。係。同埋嗰个身形个冲撞力上面其实依然都保持到啦。咁所以你其实你对一般嘅譬如好似冰岛啊呢一啲比较都系打狼群战术嘅球队嚟讲呢，其实喺个身形上面系输蚀嘅。但喺个冲刺力上面其实我就咁睇落啦，其实喺个节奏上面系略有跟唔上嘅啫，但其实唔代表冰岛踢得好差。最可惜系施格神最尾嗰个十二码啦。啊，够俾人救。不过就真系射得有啲曳嘅，我觉得。射得有几曳呢？因为佢系抽波底嘛。抽波底。即系应该系咁样讲，你射十二码呢应该系为一个最简单嘅方法去完成呢件事嘅，但可能佢想高難度少少，射個掛網左上角，點知就抽個波底射咗上去。咁即係其實射十二碼最簡單就攞地波兩邊嘅啫。咁攞高波係啊，趟過就最簡單嘅。但你攞高呢就想靚仔啲，最尾失敗咗就型同埋奪就揸線嘅啫，就奪咗啦。型同埋柒，講到明啦，柒係。OK。咁啊嗱 ,D 组方面，咁啊呢一场波咁就尼日利亚拎咗三分之后呢，而家个形势咁样嘅。克罗地亚六分就基本上出线嘅啦，冇问题㗎啦。咁啊后面呢就三个位争，咁啊太早嘅太早。尼日利亚三分，咁啊冰岛阿根廷各一分。究竟美希能唔能够出线呢？唔得囉我觉得。嗱我而家讲美希，我认为佢唔得。最尾一场对咩啊？梅西。嗱梅西最尾一场呢就会对尼日利亚嘅。即係梅西对梅沙。
係啦，梅實啦，兜梅。嗱咁啊，咁啊，嗱，如果冰島下一場剝冧到克羅地亞咧就四分，咁如果阿根廷剝冧到克羅地亞咧，都係四分。阿根廷剝冧尼亞利亞。係啦，阿根廷剝冧尼亞利亞咧，大家四分，但係咧阿根廷嗰個得失球係差啲。係。咁樣，所以阿根廷下一場咧要大數尼亞利亞，要盡數尼亞利亞之餘，仲要剝冰島咧輸博，輸博或者係失分。哇！我係克羅地亞仲唔放入去？喂，如果克羅地亞，我一定放冰島入去。唔使講，我仲唔使放入去？傻嘅。咁啊係，即係大家創造個神話啫。創造神話。不過雖然摩迪就話會盡全力嘅。或者摩迪係啦，唔係摩迪一見到啊，打好咗未知啊？即係我只有個問題就係，克羅地亞賽仔，巴賽。克羅地亞拎住個六分 ，OK。摩迪你仲冇機會出場咧？正所謂正常都係俾啲其他球隊㗎嘛，因為你入咗23個，咁你其他人都要踢下㗎嘛。唔係應該要應該睇下係咪走線嘅，走唔走線呢，隔離嗰組究竟邊隊呢，可能要睇呢樣嘢。係佢係對 C 組嘛，嘛 ?C 組係 ,D 組對 C 組。對 D 囉 ,D1,C 組 ,C 組真係丹麥、澳洲、法國、秘魯。咁啊，基本上冇懸念喎，喺我心目中。咁咪即係要守，咁咪即係要守名啦，即係要。係咯，即係費事對法國大佬。咁就咁即係咁要砌咯。即係要砌啦！嗱，阿根廷一定砌尼亞利亞嘅，咁我計尼亞利亞，如果點都失分嘅話，克羅地亞咁點都立六分守名嘅喎。但係其實呢場波佢都可以好 hea 喎。但係其實尼亞利亞只要守和你就搞掂嘅咯，即係其實尼亞利亞，我由一開波已經開始死守。到尾我已經開出線，又係大家即係前兩隊對佢嘅戰術都圍住美斯咯，然後等佢一開波冇得交咯，冇錯，圍住美斯，圍住美斯，跟住其他人冇得交話，反正其他人都唔跑嘅，佢動咗喺度站裝咁企喺度啫嘛，其他人係嘛？冇錯 ，OK 啦。嗱，個人咧就表示咧睇阿根廷個感覺咧，就其實之前我喺我們的世界盃都講過，就係睇緊季初嘅阿仙奴嘅。你又？即係美斯就即係等於山齊士囉。係囉。跟住後面嗰啲咪唔拿走囉。跟住個後防跟住就冇咗對防中囉。然之後個後防咪散到撲街囉。係囉，然後你呀啱啱好就有幾個快馬喺前面哨你。就有對西布朗囉。係囉。但係阿根廷大家遇到係咩事㗎啦，知道㗎啦。阿根廷應該擁有最大嘅攻擊線㗎，應該係。其實我哋個攻擊線都好豪華㗎。有攻擊線有咩用啫？早唔攞上去啊嘛！就係你呃嗱，你我計你啦，個清啊真係犀利㗎！我計你啦，迪馬利亞又係打個人嘅，跟住阿古魯你又要靠供應嘅，但你前面中間冇咗個組織，冇派牌，你美斯一個人拎波前面有，即係正所謂六個方位都有人，咁應該要大巴，即係同你食雞一樣幫手啦，一早要啦，係咪先？咁你點搞啫？搞大巴啦，一早出嚟大巴啦，冇㗎啦，佢哋。佢哋我覺得可能係嘩再係咁樣搞落去真係要踢走呢、這個美斯唔係阿根廷足總啊踢走美斯寧願快我話俾你咁解下一場冇美斯嘗試下打照重點阿俊呢個諗法咪正宗阿文嘅諗法囉全部人要就你一個山贼士嘛踢走你個山贼士喂其實美斯喺嗰度係一個異見嘅人士嚟嘅入面係當大家都係嗰順住個高嘅行嘅時候呢美斯一講行頭係有少少係 Deviant 嚟嘅其實。係啊啱啊。咁所以如果冇咗拎走佢咁我擺返啲正常。咁咪和平囉。係囉。咁擺返啲早幾箱孖寶啊嗰啲啊。希古恩。希古恩啊迪巴拿啊迪巴拿係啊嗰啲啊。迪巴拿嗰啲。嗰啲啊。但都係嗰句喎你擺大咗個頭但你冇供應都係撲街。都係。係囉你有幾邊個可以代到美斯嘅供應先。你前面射波嗰啲好多人啊。係啊。前面射波嗰啲唔驚啊。但係邊個傳波俾佢嗰個咁應該有一個後防高 Q 大軍佢係冇宮中的煩惱你明唔明係呀我哋係宮中太多阿仙奴宮中太多佢係冇宮中冇防中咪我覺得佢嗰啲咁嘅碧基利亞真係屌食屎呀係我哋已經各位主持呀足群嗰啲你諗下連 Tommy 都開始盛讚迪亞文迪嘅時候迪亞文迪咁你就好明顯了解知道阿根廷後防嘅水準係低到個咩嘅地步啦唔係但係最大獲得個龍門啫，哇！卡巴尼魯真係，卡巴尼魯，哇！佢個撞咁真係幾靚喎，一穿皮嗰下，我屌，好有卡利奧斯嘅，喂！真係一穿皮嗰下咧，真係爭少少就穿得過去㗎啦，其實佢真係爭。好在今日穿咧唔喺度嘅，如果唔係即刻問下佢，你覺得佢有冇呢個卡巴尼唔係卡利奧斯嘅影子？係咪要買佢翻？咁又唔好，留喺車仔，留喺車仔，唔係你，唔係。
係啦 ,ok, 咁啊呢一組呢兩組就大概咁啦，跟住就再 go through 返之後啦，咁啊瑞士對塞爾維亞。係。咁啊估都估唔到啦，一開波嘅時候塞爾維亞就撳攋到瑞士一粒啦。嗯，高空轟炸咁啊炸爆咗對瑞士啦 ,ok。咁啊亦都可以見到其實嗱認真講句我自己覺得啦，雖然你知斯蒂娜加盟咗阿仙奴啦，但其實你睇到其實佢踢完第一場之後落到你一場個速率係慢咗好啦都。因為其實都老啦，講真三幾歲。三十四歲咁啊走上走落，同埋嗰個後上 overlap 嗰個覆蓋率同埋嗰個速度亦都比較慢啦。唯一一樣嘢我覺得佢比較好嘅就係邊路，如果佢係企啱位嘅時候單對單嗰個防守嗰個掃動力係會比較強啦。至於回追嗰啲都始終真係太過老啦。即係其實唔好再諗佢係幾年前嘅利切斯蒂娜啦。你而家要諗佢應該轉型去加強防守而發係減少咗呢個助攻或者進攻上前嘅次數。係啦。咁啊，都係要養住睇嘅一個人嚟嘅。而家開始，而家開始係啦。咁啊，另外啦，咁啊，你中場嗰一紮嘅球員啦，咁啊，再加埋前邊，其實你見到瑞士成場波踢落去，那個將個波運去前面係冇乜問題，係就係傳出嚟嗰下同埋嗰個走位接應上面係爭啲嘅呢場波。喺我自己心目中，瑞士呢一場波打到氣啦，始終都係啊。有兩個科索屋嘅球員喺度啦，咁啊呢個歷史嘅淵源就交俾 Ryan 啦。咁啊嗰啲慶祝嘅手勢啊之類嘅嘢。哇，其實大家應該嚇呢幾日喺 Facebook 或者係啲新聞都睇過㗎啦。咁啊其實呢佢哋即係薩卡啦同埋巴希里啦，佢兩個其實係科索屋嘅阿爾巴尼亞裔嘅人。嗯，系啦，咁我有啲人话，阿尔巴尼亚唔系一早独立咗嘅咩？咁唔系，咁其实佢个民族咧，其实除咗喺佢自己国家之外咧，亦都有好多人咧住喺呢个科索沃嘅。咁咧科索沃咧，南斯拉夫解体嘅时候咧，咁啊佢哋啊开始分地啦，又要喂呢个究竟边度噶？呢个系究竟系我哋独立啊，定系边个去控制啊？咁当时咧，咁咧就南斯拉夫其实就主要系塞尔维亚人去执政噶嘛，佢系梗系想，喂我哋唔俾你哋独立吓，我哋呢度系我嘅咁噶嘛，咁霸住啊嘛，咁但系佢哋唔系，喂呢度成个地方都系我哋啊阿尔巴尼亚裔嘅人，咁我哋獨立好正常啫，咁其他國家學就話獨立囉，係咪先？哦，點解佢哋唔可以獨立啫？唔係啊，你唔好講喺香港，你而家唔好講獨立啊，好撚大問題批鬥你啊，屌你！批鬥我囉，即係點咧？咁當時咧，喂，有一個要獨立，一個唔俾獨立，咁啊好簡單啦。咁香港都係啦，或者係其他地方，或者係。其他地方都係啦，即係大家有睇歷史都係知道呢，就一定係強權嗰方呢就開軍隊入去殺殺殺殺殺，咁就嚟咗一個科索沃大屠殺，係啦。咁當時就要講下呢個荷蘭呢係我諗係全世界唯一隊波，如果佢入到世界盃決賽先算啦，喂唔敢對塞爾維亞開槍，唔敢對塞爾維亞射波嘅人，因為其實呢就因為佢當時喺科索沃嘅維和部隊主要都係荷蘭人嚟嘅。咁但係呢嗰班荷蘭兵呢就唔敢去干涉塞爾維亞對科索沃嘅大屠殺。結果返到去之後呢俾人批鬥啦，唔係即係其實係真係俾人去鬧，同埋佢哋成班人即係啲軍方高層要辭職。因為佢哋冇辦法阻止住咁大型嘅大屠殺，呢個係一個有曬武器嘅軍隊喎，去屠殺一啲冇武器嘅平民嘅喎，係啦。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好多人咧就選擇走咗啦。咁其實咧，薩卡個父母咧就之前就已經係走咗，薩卡就喺瑞士度出世嘅。咁另外一個咧，巴希利咧，佢其實咧就喺科索出世嘅。咁佢細細個嘅時候，佢都要走難嘅，咁啊成家人咧就搬咗瑞士。咁所以佢兩個咧都係科索沃嘅阿爾巴尼亞裔人，咁然後咧佢咧就代表瑞士出戰，咁佢哋喺今場咧對塞爾維亞都兩個入波，咁梗係啦，喂你親仇家恨，呢啲國仇家恨啊，國仇家恨，即係國仇家恨，我仲唔懟你？懟即係兩個都結果就扮扮兩粒㗎嘛，二比一反勝咗啦。咁亦都講一講啦，因為其實頭先講過啦，其實瑞士嗰個串連其實冇乜問題，係斬入最尾嗰下，結果薩卡就採取一個佢自己最熟悉嘅進攻方式啦，掟埋佢啦，掟埋啊！
咁個命中率係高嘅，認真講句，薩卡始終喺呢一個位置上面。咁同埋薩卡喺國家隊裏面嘅角色，其實亦都要講翻嘢就唔同阿仙奴嘅。咁因為其實我哋頭先明明其實都講過嘅，薩卡佢喺國家隊裏面，其實你見到側邊啲隊友肯走好多嘅，同埋佢知道自己喺後面鬥住個位，同埋要補翻閘嗰啲位，嗰個防守意識係令到成場瑞士嗰個中後場嘅串連個系統咧。是比較有效率的，所以這一場賽即是意圖突破的塞爾維亞來說呢，其實在整場波都略佔下風的，被瑞士是經常猜住來到踢啦這樣。那最後瑞士就成功把握到兩個的機會，那反勝就拉回個三分回來啦。那這一組的形勢現在就巴西瑞士各四分啦，那哥斯達黎加零分就一定出局的啦 ,ok。那塞爾維亞現在三分，那嚟緊呢就要睇下嗰個對賽啦咁樣。但係呢今我頭先講嘅其實就係講上半節嘅啫，未講下半節。因為呢阿薩卡同埋巴希里呢入咗波之後呢就做咗一個雙頭鷹咁嘅手勢。咁呢個手勢呢其實呢就係阿爾巴尼亞國旗嘅一個標誌嚟嘅。咁而家呢就已經開咗快腦啦，就係、是、要查你哋係咪喺呢個球場上有啲咩政治標誌標語咁樣嘅行為。咁其實係開咗快腦去查佢嘅。咁球場同政治又分開唔到喎。冇得分開，有冇搞錯？邊有得分開呀？即係正所謂我見到殺我老豆老母嗰兩條撲街，即係我喺邊度都屌你老母㗎啦。咪就係囉，你試下同英格蘭講，喂你放過阿根廷啦，或者同阿根廷球迷講你放過英格蘭啦，你揼死你都似嘅。冇撚可能嘅事。咪就係。係啦，咁所以就嗱嚟緊呢塞爾維亞呢就會對巴西嘅呢一場波，瑞士又會對哥斯達黎加，咁預計哥斯達黎加都會放俾瑞士㗎啦。咁冇計呀。咁瑞士隨時有機會七分收工，跟住就睇下巴西個諗法啦。巴西呢就同塞爾維亞咁，即係呢其實如果話都問水喎，巴西呢場波一定要贏先得喎，即係如果唔係都有機會出局喎呢場波。咁所以嚟緊啦，巴西呢一場波對塞爾維亞預計嚟講呢都會鞠躬㗎啦，亦都冇得去諗走線㗎啦。咁一定要全力以赴去打啦咁樣。咁呢場波就會禮拜四打嘅6月28號。咁到時大家留意一下啦。好啦，咁可以講返琴晚啲波啦。琴晚第一場。咁呢一個嘅比利時對特尼西亞。完全正路。特尼斯。是啦，咁嗱一開基本上成場波幾個重點嘅啫，喺我心目中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啦。第一個重點就係盧卡古依然係盧卡古啦，就係、是、不斷有唔同嘅直線唔同嘅供應俾佢，但依然都係喺前面都係控唔定個波，然之後錯失咗三至四個嘅入波嘅機會啦 ,ok? 點知對面仲衰啊，點知對面仲衰，對面其實好慘嘅，特尼西亞係基本上踢完係咁傷，係咁傷，傷完就係咁傷，跟住其實基本上佢最尾個十號我唔記得叫咩名啦，係基本上見到佢已經趌下趌下咁樣嚟到踢㗎啦。因為其實特尼西亞由一開始即係未入呢個決賽周之前就已經係咁傷㗎啲人，佢即係就算係選入嚟決賽周嗰班人呢都唔係啲咩勁人，有幾個呢仲要係幾個月前先歸化嘅歸化兵嚟㗎。咁根本就係、是即係夾眼嚟砌夠一隊波㗎啫。咁所以然後再比賽上再傷嘅時候呢，咁佢即係我諗下場都自在參與啦。下場自在參與啦。咁比利時就憑住個12碼就開紀錄先啦 ,ok? 咁下薩特射入啦，咁其實冇乜懸念嘅。跟住之後呢就去到盧卡古呢就會接應咗下薩特嗰個射門啦，跟住就拉到2-0啦。然之後特尼西亞就憑住一個嘅高空轟炸咁樣就攝入就頂入追返做1-2，然之後完半場之前呢夏薩特就再一個單刀就搞掂佢，咁3-1，原本以為呢場波都冇咩波入㗎啦，後半場可以 hea 㗎啦，點知道呢喺雙方喺 hea 嘅情況之下呢，特尼西亞班友呢就已經完全冇曬力啦，完全冇曬力之後比利時咁就有位冇理由唔去攻啦 ,ok, 咁繼續盧卡古咁可以喺咁錯失咁多個入球機會之下都可以拉到去4-1嘅比數啦。好啦，跟住第五個入球我真係要講啦。大家覺得巴舒亞爾琴日換咗出嚟之後踢成點？巴舒亞爾點呀？冇，真係冇留意到。冇留意到啊？因為我嗰日已經琴日已經睇咗半場，我已經。冇。聽講係不斷射失啊嘛。
听嗱，佢唔系听讲，佢换咗入嚟之后，其实啲队友系根本系咁造就喺度射门。造就喺射门。嗱，分别有啲咩咧？分别有劲 band 纵眉弹出啦，亦都有分别劲 band 省落个龙门喺度窝你，然之后飞机啦，然之后抢点失败漏走个波啦，系基本上全部都系十分钟之内发生。嗯，同多蒙特真系好唔同。十分鐘之後發生呢、這個，如果咁樣聽，佢但係好彩個天都憐憫佢，即係憐憫佢，係啦，喺個右路嗰度有個波傳咗出嚟，然之後搶點隻腳攤一攤，咁用個腳眼在後面嗰嚿肌肉一硬硬咗落個死角度咁樣入。但係完咗呢一個攻勢之後咧，就再有一個單刀俾佢咧，又係射失。嗯，即係巴斯亞爾真係。真係好陰功㗎呢場波，你見到佢五個六七個黃金槍絲其實自己可以做神射手咁滯嘅。但係完全出到嚟呢就真係完全欠運欠運同欠運嘅。咁比利時相對起嚟講呢一場波呢個體力流放就做得非常之好啦。中間其實已經開始換走夏薩特啊盧卡古啊咁換返啲費蘭尼啊嗰啲入嚟頂㗎啦其實基本上。咁完全一場體力流放得好好嘅比賽啦，咁之後特尼西亞方面呢亦都憑住一記嘅突入自己扭入禁區然之後射入嘅咁樣。咁整體上嚟講呢一場波比利時用一個好輕鬆嘅態度就完結呢一場比賽嘅咁樣。好似歐洲同南美強隊入面係比較係比利時比較對版暫時。係。比利時應該係真係冇留守。真係去做嘢嘅真係去、其他球隊有時歐洲球隊你見到係上半場或者係頭半場呢、都係慢慢嚟然之後最尾一粒收工嗰啲嚟嘅應該係、法國囉法國咪就係咁囉係啦真係唔知有冇當中涉及啲乜嘢啦法國係冇力去追多粒我自己嘅感覺係都可能係係呀但係有陣時候好衰嘅呢啲世界盃啲嘢呢啲分組賽嗰啲真係唔可以即係作準嘅呢啲好多次都係咁。唔係其實呢我覺得呢睇咗咁多場世界盃呢、即係呢幾日咁樣啦。咁呢喺歐洲國無論歐洲國家盃或者之前外圍賽嘅時候呢對對波呢都踢得好好喎。即係對對波都係好有組織啦做到攻勢啦大家都係總之係好整體嘅。但係一嚟到世界盃呢唔知點解呢好似個十一個人啱啱先識咁喎啱啱落場踢喎完全冇大嘅配合走動啊，冇乜特別咩做到嘢出嚟嘅喎，就發現到，即係好難估嘅真係。四年一次，呢啲叫做咩啊？上樓睇金翅嘅佢。上樓，唉、哎，咁啊，今晚咯，今晚英格蘭對巴拿馬。巴拿馬啊嘛，啊真、EV、真心推介 ，UV 巴拿馬。要分身啊，系咪？分身到扑直添啊！咁啊啦，嗱，而家讲讲啦，咁啊 ，G 组形势比利时咁啊踢咗啦，咁啊六分喺手啦，冇问题。咁啊，特尼西亚零分，咁啊巴拿马零分，但系巴拿马踢小场，今晚对英格兰啦。因为特尼西亚最尾对巴拿马，唔知有冇得打咧？其实都有冇意义啊？海军道为咗自己未免成为零分部队，咪大家一比一和咗佢咯。咁啊，睇自己个名嘅，可能佢都要出国揾食噶嘛，到时上。哦。咁系，哇，其实巴拿马啲波底唔错噶喎。巴拿特尼西亚琴日嗱，认真讲过有几样嘢我几欣赏嘅。虽然冇力都好啦，但佢哋唔会 hold 死个波嘅。有波就放，有波就放就去噶啦，冇力都照去。即係個態度係我覺得係幾值得欣賞嘅一件事啦。咁同即係可能但係啲球員本身可能真係因為嗰個合拍度同埋個熱身不足啊，所以好多都係自己拉親啊轉身挫親啊咁啊，所以呢一個係比較可惜。但係其實整體上踢落嚟呢兩隊波都我覺得唔失禮嘅，唔係一場話太過悶嘅足球啦。咁當然啦，比利時方面就其實琴日主要都係憑住一啲小組嘅滲入啦，或者係一啲邊路嘅快放去做主要嘅進攻嘅模式啦。英超 A 隊，我會咁講嘅，盧卡古喺前面得到嘅供應好多。佢如果你真係講國家隊水平嚟講，佢高過英咁啊咩啊？佢英超 A 隊對呢個英超 B 隊啊嘛，即英格蘭係英超 B 隊，我都覺得係。琴日你會見到踢翻愛華頓嘅盧卡古咯。哇！即係有波係放俾佢去，可以自己推一小段去做嘢嘅，係、啦，就唔係曼聯嗰個咯，前面零供應嗰個咯。年輕人，大家嚟一諗諗一諗下先，那個領隊係馬天尼斯啊嘛，係、所以愛華頓嘅
嘅朋友仔嚟嘅，都相對識得用佢嘅，相對識得用啦。有說明書。喂喂喂，亨利，琴晚終於望一望到佢少少身影喎。系咯，終於見到喺後備席啊嘛，後備席度，但係我都唔知佢其實佢去到比利時。唔係琴晚我同啲 friend 有啲 friend 同我問有啲 friend 問嘅就話，哇亨利喺度都教唔到盧卡古咁即係亨利都真係又即係，唉都亨利都教唔到。跟住唔係跟住我有個 friend 就講一句話，咁有個好教練都要有個好嘅素材嘅，如果你個素材本身係唔得嘅。咁点教都冇意思㗎喎咁样。咁但我觉得呢卢卡古尋日嗰兩下 cheap 射呢真係靚嘅。即係嗰下 cheap 第一時間啄起個波。啄起個波呢即係呢其實依家呢好多時臨尾嗰腳 cheap 起呢可能呢 cheap 到一半嘅啲人係。或者即係呢你唔會即係或者係 cheap 過龍門嗰個膊頭位到嘅啫。但係佢係可以頭頂過呢下我都係 cheap 得靚嘅。但是卢卡古始终在前面嗰个走位突入嗰下，第一嗰个步伐系好论尽咯。琴日起码有三个单刀咁样嘅机会就嘥咗。系系系啊，呢一个真系可惜嘅，因为佢抢点嗰个第一个嗰个起动嗰个 moment 系好好嘅。系啦系啦。但系真系冇计脚下嘅功夫系比较差啦。咁呢一个咁啊，比利时可以继续再睇啦。咁啊，另一场咁啊，南韩一比二对墨西哥。哇！呢场真系优胜劣败，犀利啊！呢場又係有12碼喎，優勝劣敗。第一啦，咁南韓方面啦，咁你見到嗰個12碼就真係好明顯隻手舉起咗嘅 ，OK， 係真係自動申請同球證講話，我想要個12碼。冇錯，咁其實喺呢個12碼比出之前呢，其實墨西哥呢都係壓住南韓嚟踢嘅。南韓方面繼續都係得一個孫興文喺前面自己爆。間唔中有一兩次嘅突襲嘅機會，但係澳組啊好集中啦，咁就令到南韓方面嘅攻勢就冇乜。真係大概球員嚟嘅澳組啊，係只踢世界盃咯。我最記得我最記得一個旁述話，平時喺西甲真係睇佢西甲真係冇咁 fit 噶，一世界盃真係好理氣，好瘋狂啊真係。咁同埋迪里希係倒翻轉㗎。你翻到國家隊真係好有手啊，有手喎。但係依平時萬九係好撚勁，好撚勁喎。咁但係你睇翻，你諗墨西哥成場就第七個雪糕桶出嚟㗎。墨西哥成場嗰個推進係好整體，同埋你見到小豆卡魯士維納呢兩隻老鼠仔喺前面嗰個走動，其實你會見到係令到南韓即使後面堆咗好多人都好啦。都喺邊路嗰度係俾到一啲滲透嘅位置佢哋去做嘢嘅。因為墨西哥呢佢係打兩樣嘢，一樣係戰術，佢個教練嘅戰術好犀利，佢知道南韓要攻，咁你等佢攻嘅時候呢我就打反擊，就同你打反擊，然後再犀利啲嘢一樣嘢就係佢前線幾個人呢配合咗好多年㗎嘛。嗯。夾咗好多年啦，佢知道點樣，但每次反擊呢左中右呢都有人向前係咁衝嘅。最起碼有三個人，甚至有四個人喺度添，所以盧新奴小豆，盧新奴小豆，維納，卡魯士維納，維納豆啲啲，佢多咗攞波，然之後去做咯，係啦，所以係三至四個人係咁向前衝，而且係左中右三邊一齊進襲嘅。咁嘅時候咧，你南韓你係要焗攻嘅嘛，咁嘅時候佢南韓後面嗰啲人咧。好辛苦，同埋你中場返去後面去幫嗰班人呢都好辛苦。你見到孫興文係打到扯曬蝦，嘩佢成頭大學好辛苦嘅打到。同埋南韓嗰個真係並唔係體力性打法嚟嘅，已經冇咗以前氣袋嗰種。係呀，佢真係唔係氣袋。你見到佢呢去到中間嘅時候呢已經明知道我一俾你走，即係佢抹你唔到嘛，我明知俾你走啦，我哋追唔返就踢低你囉，會係。即係所以你會見到好多比較少粗野呀，真係落腳啊，狠啲啊，賴低你啊！係南韓不嬲都係咁噶啦。琴晚四個黃牌算少啦，我話你知，我話俾你知。即係真係辣落嚟嘅，佢明知自己唔夠你跑嘅，就一隻小鵝髀就落嚟㗎啦。係啊，係啊，係啊。係啦，咁南韓其實琴日嗱認真嗰句啦，嗰個卡魯士維納嘅十二碼其實就唔係話射得好靚嘅，認真嗰句。不過龍門破錯方向，但係亦都不得不讚呢一個龍門噃。反應好快，犀利㗎！個反應係好快，但係我好鍾意我班 friend 嘅。嗱，大家留意近 zoom 翻埋個近鏡 ，OK？ 係呢個龍門，第一個樣係好似女人嘅，係咪化妝啊？啲人話係好似女人。第二冇錯啦，佢塊面同佢條頸係兩截色嘅。O.K. 即但係嗱，講笑係咁講啦 ，O.K. 即係南韓嘅即係嗰啲。
化妝品係可以考慮搵呢一個門將，但係認真講過，佢琴晚無論喺下半場面對墨西哥嘅施壓啦、其實墨西哥喺尾段嘅時候入咗2比0小豆高克特入之後，其實仲有好多係好有威脅嘅射門。昨晚旁述都話呢個龍門係上一屆唔記得咗咩比賽嘅 MVP 最佳門將嚟㗎嘛，同埋真係佢哋都話係其中韓國嘅新星嘅門將嚟嘅，都係我唔知係咪新星，但起碼嗰個彈跳力夠啦，個反應時間好快啦，同埋開龍門球嗰個力水，其實我覺得係好足夠啊！呢個門將，即係驟眼睇呢兩場比賽，對呢個門將嘅好感度係幾高啦咁樣。咁啊，呢場波最尾咁就南韓入翻一球啦咁樣，但亦都對個戰果咧就冇乜大嘅，但係好靚嘅影響啦。反而睇亞洲嘅門將係咪比較多呢類反應快嘅門將咧？真係。冇係因為身形嘅問題呢，係囉，我都覺得呢個係身形嘅問題呢，所以你通常見到呢亞洲嘅門將，日本好啊、南韓好啊呢一類呢比較快嘅反應，真係雖然溜溜瘦瘦唔算話好高好大隻，但係反應快呢係都係即係嗰個特點喺度啦，因為你歐洲嗰啲又打身形㗎嘛，冇錯冇錯。但係你依一度亞洲人可能亦都因為亞洲人個體格呢，其實嗰個彈跳力啊或者個肌肉嗰個柔韌度呢會比歐洲人打高啊。冇錯。咁所以加埋嗰個反應，即係嗰個物理上面啦，同埋嗰個神經線個反射嗰方面，可能亞洲人真係會高少少啦。咁南韓可以即係雖然成隊波喺前面嗰個發揮就唔係幾高啊，尤其是基成勇啫嘛。基成勇呢場波係矛撚到一個點啦，我自己覺得。基成勇其實呢係一個佢係一個唔算創造力好大嘅中場，其實只係分下波啊，工兵左右啊，工兵咯，工兵咯，典型工兵咯。所以前面真係靠孫興文一個破壞力好足夠啦，同埋琴日黃喜燦啦、黃喜燦亦都係我覺得有少少失望嘅，就係孫興文頂咗中間位，但係佢俾人撥咗去個左翼位嗰度，其實個發揮係唔好嘅。好多突破都做唔到啦 ,ok, 甚至乎有一段時間佢同孫興文交換咗位，黃喜燦喺返個中間位嘅時候，其實都係錄得嗰一次嘅太 Q 射門咁大把。咁我自己會覺得對呢個效力萊比錫嘅球員嚟講，我會覺得係好失望囉。因為呢個球員其實見過佢 top fit 打歐霸嘅時間，其實係有速度有個人能力，但係呢一場波好明顯就係前面孫興文嘅速率太高。然之後後面嗰啲跟唔上，然之後套方亂咗，然之後墨西哥咁啊個防守非常之緊密啦，同埋非常嘅效率高啦，然之後一個長波就開始俾前面嗰三隻跑狗去罩啦，然之後就出現咗呢個手球啦，跟住係啦，跟住就開始做到墨西哥式嘅攻勢啦，咁所以呢一場波你其實睇落去呢，我自己會覺得墨西哥係贏得好合理嘅，好合理，冇錯冇錯。好啦，最尾一場琴晚嘅德國對瑞典，大家有冇睇啊？睇上半場，我都係睇上半場，大家有咩感覺？我俾你兩個講先。上半場係唔係先用一個亞迷嘅角度嚟講先？冇咗老蕭個分別係咪真係咁大咧？個機動性真係好大，我真係講嗰前面嗰個跑位咧，真係唔同㗎。譬如即係穿花蝴蝶，即係我係真係用穿花蝴蝶可以講。萊斯、戴斯拿第三中間嗰係邊個咧？我唔記得咗啦。奎奧斯係嘛？奎奧斯唔係奎奧斯，梅拿應該梅拿，佢三個拿咁中位嘅，應該有三個，左中有三個嘅，萊斯前面天母雲拿係啦，應該係咁樣啦。其實四個人咧，應該係咁樣講，其實呢四個人咧都係可以做到假九嗰個位嘅。有時咧，雲拿打翻後少少，另一個衝咗上去嘅。其實四個係可以亂，即係點樣講？邊個想衝上去，嗰個就可以衝上去。即係嗰個機動性、嗰個活動能力好大嘅，人哋 mark 你唔到。又二嚟咧，瑞典咧。大隻嘅即係嗰啲中堅呢追跟唔到嘅，其實係、所以當萊斯譬如放落底嘅時候呢係冇人追得到佢㗎嘛，咁所以就係嗰個機動性係可以大到係人哋追你唔到囉。但係我自己會感覺得喎，上位嗱個排陣發揮上面，其實上半場你見到德國一開始嚟嗰個攻勢係好想贏嘅，個心態同之前嗰兩場嗰場景係完全唔撚一樣。係，嗱呢一個我覺得嗱你唔可能老蕭真係一個關鍵，你覺得？我就唔覺得，因為我唔覺得係奧斯爾一個關鍵，因為其實佢今次。開賽之前呢佢哋係有一個球員嘅集體會議嘅。緊急會議係緊急會議係喺度講緊究竟點樣去救亡啦。咁其實係呢個球員整體
你咁你奥斯尔一个人系你估影响到托马士梅兰咩？系系咪先？明白明白。你真系人哋都有翻咁上下噶，即系你个个听奥斯尔头咩？咁唔系啊嘛。咁其实你见到成队波。是整隊波的精神面貌是完全不同的。咁呢幾樣嘢已經唔係一個球員可以去影響得到嘅事，而係成隊波係醒覺咗。係，呢個成隊波醒覺咗嘅時候，你每個人跑多一步，同埋你改變咗個戰術。你好明顯係改變咗一個戰術，就係、是有一個走位要多，以機動性去打亂瑞典。你明知瑞典個機動性係即係後中後防個機動性係唔夠你強嘅時候，你係用一個機動性去打亂你，但係你對墨西哥唔係喎，墨西哥都係好高嘅機動性嘅喎，係咪先？咁嘅時候其實係兩隊波嘅對手一嚟咧就係唔同啦。咁第二係如果你今場對瑞典，你用機動性去打格式格嘅喎，你係瑞典唔係同你打機動嘅嘛？但係若果嘅時候墨西哥打嚟嘅時候，人哋再快過你咧，你就出事。但會唔會更加顯現出老蕭其實同基迪拉上一場嘅責任好大咧？就係佢哋掕唔起對波，因為佢哋上一場嘅戰術指令就係希望用老蕭喺前面做派牌，令到佢哋有嗰種半機動準成嘅突入去搞掂，然之後後面基迪拉嗰啲喺度掃嘅時候，做一個咁樣嘅。前後場的機動性的分野。再之前那場我覺得呢其實全個前場所有球員都有責任。因為奧斯爾其實是打緊對方那個禁區以至去中圈那個中場中那個派牌的位置。你見到奧斯爾每一次去攞到球之後呢就彈咗或者彈又或者彈前啦。然後佢自己唔係即係佢其實係手係跟返路圍俾佢嗰個角色。係用喺嗰個位置去做一個派牌同埋鬥後嘅一個角色，佢唔係話要彈完波之後自己突破嗰個角色。你我覺得呢個係一個路圍嘅指示嘅問題嚟嘅，其實係。咁如果你係要奧斯爾彈咗個波之後再衝上禁區，其實佢得㗎。你佢對於嗰、那個即係嗰個禁區個、那個距離唔係好遠嘅啫，係咪？你跑入去三秒至五秒入咗去㗎咯。但係佢點解每一次都係彈咗個波？過去之後，然後就係俾基特拉啊，或者係其他人去哨。咁其實呢個係一個路圍嘅指示嚟嘅，我覺得係。即係叫佢你做好你嘅一個分波嘅角色。咁但係你分波嘅時候，奧斯爾個責任係在於佢分波分出嚟嘅波唔係一個有致命性嘅波。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呢個去做啲 risk 嘅嘢。係啊，所以佢唔係即係話唔係佢懶。而是佢傳波個質素，嗰一場傳波嘅質素係差嘅，係你只係做到一個薄腳嘅傳波，你冇做到一個致命嘅傳波。你冇做到 creator 嘅，應該咁講。如果做薄腳，佢個問題在於呢度啊，就係、是、你揾個奧斯爾嚟做薄腳，嘥咗。個問題係就係咁樣嘥咗咯。佢係應該要做一個致命傳送，然後俾人哋一入到去就射波，但係佢冇做到呢啲咁致命嘅傳播，呢、這個先至係問題。係啦，咁所以你話係佢係咪哇？係咪佢懶？我唔覺得佢係懶，呢個係路維嘅指示。但係佢個問題在於佢冇辦法去做到路維佢俾佢應該做嘅期望，就係、是、傳一個致命傳送俾前面班友射波，呢、這個先至係佢最大嘅問題。好，咁換翻嚟呢一場就好明顯個戰術指示就係走，係啦，走，其實有波就去，對波唔同咗啦，打法完全唔同咗啦。但係好有趣嘅一樣嘢就係琴日，即係保定啦 ，OK，保定係由個中堅位一路殺咗上個右進攻中場位置度，我見得經常都係，係冇錯，咁就。系啦，咁就呢一個就係問題，就是、令到第一個失波其實出現啦。我覺得就因為 Kimmich 一樣都喺個右閘位嗰度一路爆攬，即係個情況就令到後面空攬曬。係，然之後中間阿魯迪嗰啲係包唔到嗰個位，結果人哋就人多打人少，結果人哋一 chip 就 chip 過咗紐亞嗰下，嗰下亦都係鬥得好靚，我覺得佢射得好靚，好靚，好靚。亦都係鬥得好靚，啱啱好眉底咁樣凹入。咁其實喺嗰一個 moment， 我諗其實德國嘅擁躉其實都個心涼咗一截，因為你見到成班球員個面貌係即刻打窒咗㗎。但下半場一換咗個高美斯入嚟呢，三分鐘就兩回事啦。好明顯你見到嗱，我哋頭先講啦，前面係好機動性嘛，但冇人停到個波啊，亦都冇一個 target man 喺度。下半場換咗高美斯入嚟，個感覺就係咩呢？等同於我哋自己隊波，換個基佬出嚟，因為佢打嗰個陣係2431啊嘛，2431嘅時候嘅兩個咁
你有兩個後衛仲要走咗過去嘅時候，咪好容易俾人突擊咯。咁咪人多黑打人少，就係上半場嘅情況咯。咁如果係換咗個強力嘅前鋒喺前面嘅時候，就等於即係基奧特有個有支點嘅作用。係咯。咁嘅時候佢哋引開好多對手嘅。多咗一個犯數，就係你傳波俾佢再頂翻過嚟，或者係佢喺前喺禁區入面 hold 波呢個嘅作用嘛。我哋成日話基奧特個喺阿仙奴嘅作用就係咁樣。佢唔係話經常係射波話神射手嘅嘛，但係佢係有一個支點作用。今場下半場其實就係咁樣咯。所以第一個入球就係地波傳出嚟，前面兩個拉姆，其中一個高美斯拉開咗前面嗰個，後面萊斯就執到雞啦。後面係啦，同埋有一個換人，我覺得其實都食屎食著豆嘅。佢換走魯迪之後，佢換咗根道簡入嚟之後咧、其實你見到根道簡係做咗一個半派牌同埋半中中嘅角色喺度咧，係令到前場個走動嗰個覆蓋嘅範圍啊，同埋搏腳嗰個範圍個侵略性，嗰、那個轉換嗰個邊路嘅速度係高咗好多，甚至乎跟到簡有幾腳自己起腳都係好有威脅嘅。呢、一個亦都係一個、比較好彩嘅換人啦。好啦，跟住去到成件事去到最尾嘅時候，路維要擺大個頭換埋啊，唔記得邊個啦。總之係因為佢而唔換啊，嗰、那個叫咩啊？新嚟嗰個啦、，OK 出到嚟嘅時候，係啊，布蘭特一出到嚟嘅時候，嗰下射門其實我真係心諗入咗㗎啦，但真係估唔到條柱爆咗出嚟啦。結果其實你見到成隊德國喺下半場要贏嗰個心態係出曬嚟，非常之重。我諗呢一個亦都係最對得住球迷嘅一樣嘢啦。咁啊，去到最尾真係估唔到啦，咁戲劇性嘅一樣嘢就係瑞典一個咁白痴嘅犯規，嗰、那個位輸咗個罰球。亦都估唔到卻奧斯喺嗰個又真係抽得贏射喺嗰位係佢係冇諗過傳出嚟，你見到佢同列奧斯兩個係好似排過呢件事咁樣，係真係喺個上角網仔嗰度入，係令到成件事個戲劇性以一個圓滿嘅結局收場咯咁樣。咁所以德國嗱命不該絕地情況之下咧，就拎翻三分咁樣。咁啊，下一場波咧咁就好簡單，兩球。两球得唔得咧？要打实得噶，要打实得，要打直咧又申请十二码啫嘛，一嚟又嗱谂下喎，嗱下场冇咗保定噶咯，中间诶冇保定，我觉得真系唔系对面孙兴文一个做唔到好多嘢应该。但你谂下喎，对面孙兴文一个，但系佢对住边路嗰个 Kimmich 今年系话明俾你听 Bearin 嚟，有前冇后噶咯。系啊，攻咗上去唔翻嚟噶嘛佢。嗱，我自己就覺得會有咁樣噶，我自己覺得德國依然都仲係嗱，我覺得應該係咁樣，佢應該係都係攞住個波喺南韓後半場玩啦，應該係，所以即係最多咪輸一球突擊，但係入得可以 cover 到失。嗱，認真講句，南韓冇嘢爭噶啦，而家真係下場贏埋德國都係得三分，跟住瑞典只要同墨西哥夾手夾腳收工噶啦。咁我覺得如果係呢個要睇上半場德國可以消耗到韓國幾多體力、如果德國上半場係故意俾韓國放然後消耗佢嘅體力嘅話呢，韓國下半場冇㗎喇。但係德國守唔守到呢？呢、這個就德國後面唔係好穩嘅就係佢添，睇下佢有啲咩人可以即係中間去幫到佢。你仲夠唔夠膽出基迪拉？唔好啦，我真係唔會想真係啦，老迪個鼻唔知點可能爆鼻骨，唔係咁咪跟道簡出返嚟囉，跟道簡你仲有哥利沙卡，跟道簡啦，你仲有哥利沙卡喺度都未出，其實哥利之家都未出，係啦仲未出，啲人話最想佢出㗎嘛，即係佢話有啲報道都係要佢出㗎嘛，即係都仲覺得 OK 啦，即係個陣容 OK 嘅，如果要攻仲有得再好啲嘅，我覺得德國個陣容 OK， 但我自己就會稍微睇淡啊 OK，好啦，咁啊嚟到呢度啦，咁啊四十幾分鐘，咁預計埋今晚同聽日啦，好嗎？咁啊，今晚英格蘭對北拿馬冇懸念啦，係嘛？北拿馬係我咯，球迷角度，真心推介，球迷角度，球迷角度，只限球迷角度嚇。OK， 但係你實際角度和啊，不如實際角度其實咧，真係人至開應該係咁樣講，世界盃前咧，大家對英格蘭其實唔係好睇好嘅，覺得佢冇乜功力嘅。但係世界盃開咗嘅時候咧，反而咧佢壓得幾好嘅英格蘭，即係嗰個速度係壓得幾犀利喎。只係打一個 Henry King， 同埋打史達靈咯。哇！史達靈，唔係，但我覺得好多波係因為史達靈跑咗，
先至有之後嘅事出嘅。哦，okay、即係咁樣講。哦，即係點都有隻跑狗喺前面。係啦，即係因為有史達寧創造咗啲位出嚟，先至爆得到之後嘅故事嘅。Okay, okay, 即係唔係話大家，即係如果你冇史達寧咧，成隊波其實就好慢嘅。我覺得英格蘭係。嗯OK，、嗯、好，姑且接納，咁大家睇好巴拿馬嘛，冇原因，冇原因呀 ，OK， 純粹稱咯，純粹稱就係巴拿馬稱得高過英格蘭就係咁，我屌，哇，你啊你啲。真係真係識聽，大家真係要識聽呢啲，好，日本對塞內加爾，日本嗱、哦、今季其實有啲係。喜出望外嘅，因为我觉得几好，因为大家都觉得系老人家阵，系，但系相对踢上嚟嗰个团结性同埋个民族性啊，真系好似帮到手咁样。因为佢嘅中场咧，呢班老鬼咧，真系睇到佢哋嘅配合又真系 O K 喎，系掩盖咗佢年龄上嘅问题、嗯、啊，喺麦大场系咁啊。而塞内加尔方面咧，大家都系识一个嘅啫，文尼系啦，咁啊文尼，咁啊究竟佢仲可唔可以一个够全家咧？咁但系相对嚟讲，日本其实今年个功力都唔系话相对太强，你见佢踢咗上一场波咧，其实都系嗱，你谂下都系嗰队系嘅哥伦比亚，你俾人顶咁样，俾日本大兵用压顶个大佬，你真系，但系你对住塞内加尔嗰一扎真系吓、啊、撞到你飞起，咁啊黑色砖头你好难搞得掂噶啦，咁样，咁所以呢一场波咧，我自己咧就偏向握手言和啦，就一比一，我觉得系啦，我觉得称高啲啦，塞内加尔，嗯，塞内加尔再称高啲，体力快啲啊，系，嗯 ，OK， 咁啊，跟住哥伦比亚对波兰，波兰啦、啊，哥伦比亚打少过上一场九十分钟退尽赢唔到，即系已经冇力噶啦，而今场少咗个上次嗰个中场定中坚，山提士已经系、哦。已经系冇乜力噶啦，嗯，冇咗核心位噶啦，冇错，冇咗核心位，不过你消耗太大啦，上一场、嗯、一开波已经冇咗一个，所以如果计体力就波兰啦。O、okay, K， 我都认同嘅，波兰你云到夫斯基系时候要开斋啊，系未开斋啊，系时候，咁系时候要离了咯，系时候噶啦。好，跟住之后有啲波冇咩悬念嘅，俄罗斯对乌拉圭呢啲。咁要问普京啦，系问普京啦。咁沙地阿拉伯对埃及。埃及啦，梗系冇完你嘛，系。我点都要拎翻三分系嘛？系，梗系啦。我哋支持下埃及美斯，同埋支持我哋即系法兰尼啊，唔系艾兰尼啊嘛。费兰尼啊嘛。好，嗱，跟住最主要沙特阿拉伯班友根本冇意志，冇斗志啊。嗯 ，OK， 同埋第一场见到对俄罗斯咁样都系水到个点啦 ，OK。水到个点系。低到睇唔到嘅，佢根本一落場志在參與啦，已經係。哇！佢好似贏緊未開始，你未開始踢波已經志在參與啦。佢係亞洲西班牙嚟㗎，攞住個波控球在腳。無論點都好，喺後場我都。後場左定右係冇錯，控。你睇佢幾定啊！成場波好定㗎喎，冇完全嗰、那個，即係佢冇俾情緒牽動過成場波。控住個波，圍上。冇錯。超級 possession。好，之後兩場雙牙啦，伊朗啊對葡萄牙，西班牙對摩洛哥。咁我諗唔使諗啦，兩隊都要博除㗎啦。嗯。咁因為都冇咩走線懸念可以、嗯、可以諗。B 組啲波係其實好睇啊，就算係摩洛哥同伊朗咧，佢都唔係同你揸流灘嘅，你見到第一場。嗯。咁啊，所以今場係好睇嘅呢場波係。但係摩洛哥，我覺得始終打唔出佢自己嗰隊波嗰個實力。即係其實摩洛哥嘅人腳唔差嘅，即係好似以前嘅之前嗰排嘅比利時人腳唔差嘅，但係砌埋一齊唔識踢波咁樣。依家摩洛哥都同嗰個情況，但係依家比利時好咗啦，當然。但係摩洛哥仍然都係砌埋一齊都唔識踢嘅、嗯。但係拆開嚟計，逐個稱係當然都係高嘅。OK， 好啦，咁啊，我們啲世界盃咁啊，冰冰團隊就唔係話。真係睇好多或者好了解其他嘢啦，所以就盡量啦，所以今日都錄咗50分鐘節目俾大家啦 ,ok? 咁啊希望大家滿意呢一集咁樣臨時拉夫頂住先啦 ,ok? 繼續巴拿馬。係啦都係嗰個啦真冰冰團隊真心推介。巴拿馬。係梗係啦。喂如果講完真係贏咗真係。嚇其他。嘩講咁大。驚咩啫唔使負責任㗎嘛。好可以你咁。唔使0比6嘅 ,3 比4都得㗎嘛。嚇、其他。其實巴拿馬開波上一場對比利時真係撳住比利時去攻㗎真係試過。嗯。不過浸入咋。
但係如果佢真係試下取下英格蘭呢，嗰班後衛你都成日自爆㗎啦，即係英格蘭爆一鑊，後面巴拿馬就偷雞㗎啦。都係想挑戰緊阿師兄嘅，真係。係但係我哋呢個目標進發。好啦，咁啊呢一節就咁啊去到呢度啦，咁啊下一次冰冰團都會錄啲咩節目呢？唔知嘅，因為手頭上面仲有好多題材，例如係軍事啦，例如係交通啦，哦、因為實在太多近排太多鳩嘢啦。哦，太多鳩嘢，所以嚟緊係嚟緊都會再度一度嘅咁樣，咁啊睇下有啲咩節目可以錄俾大家聽啦。OK， 咁啊，我們的世界盃繼續留意星期二、星期五嘅Regular Soccer 節目，咁啊會有直播嘅，咁啊同埋七一啦，大家嚟北海中心出面街站咁啊，我哋會到時有街站喺度同大家一齊七一。進行攞落街遊一遊行啦 ，OK。另外8月18號 Regular 先六週年網聚咁樣，咁啊歡迎大家踴躍報名。咁到時冰冰嘅團隊咧，都據聞都有一定數量會出席嘅。咁到時同最少一個傾下阿仙奴啦，好冇？好啊，好啦，咁啊有啲咩事咁啊留翻禮拜二交俾慈山同師兄再同大家我們的世界盃啦。多謝大家收聽，拜拜，拜拜。大家好，我是 Regular 先網台大典共聚會和其他所有節目的 Kelvin。Regular 2018世界盃有什麼看點呢？今年的主辦就是俄羅斯，看點當然是格魯吉納酒啦。格魯吉納酒7000年的歷史，可謂葡萄酒的發源地，所以俄羅斯人很喜歡喝，這個皇室成員都喜歡喝，而身為格魯吉納人的史達林都是最喜歡喝格魯吉納酒的，所以今年無論你捧哪隊都好，想要都是喝格魯吉納酒。 Regular 2018世界盃網上看網上聽，喝著格魯吉納酒一起看，想喝格魯吉納葡萄酒當然是找格邊諾或者找小弟啦。